我们要杀人！我们要杀人！杀人、藏尸、撞车、袭警，非法持枪。你们知道今天报纸头条都说了什么吗？百乐门舞厅发生枪击，法租界的治安堪忧。舞厅枪击案被媒体一报道，会造成多大的影响？ 什么？马博远不是凶手？也许马博远根本就不是凶手，他也是受害者呢。他自己都已经招供了。我没有杀人。他陈述的不过是眼睛看到的事实，但却未必是真正的事实。比如你说你太太当时紧紧地抓住右边的车门不放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车继续往路的右侧开呢？这就是我要问的，说。 走错了，这边。有位哲学家说过，错误的路线往往会把你带到正确的方向。哪位哲学家？本人。经法医初步检验，死亡时间是5天前，尸体已经高度腐烂，呈巨人观，无法提取指纹。死亡原因是头部被重物碾压，符合车祸死亡的特征。那些审讯记录就只有这些吗？没有什么遗漏的吗？该记的我都记了。 你的意思是，还有不该记的？还有就是马不愿说的一些胡言乱语，我没记。什么胡言乱语？他说他撞见了鬼。鬼？我看清楚了，他那件衣服是在宝大祥定做的，全上海没有第二件。这起案子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简单。他去哪儿？去见马太太。